好惨。真的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我不可能为了钱做那种事情吧。合作是10000块钱的。10000块钱也不愿意。就是为什么呢？这个钱又不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要呢？就是一个原则性问题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愿意啊。为什么？原则问题。原则问题啊。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有人就是不愿意。是不是给你10000块钱的，直接轻易的直接5000块钱？要长得帅可以。长得帅可以。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自己的，我怎么说？肯定不愿意。这个关乎人格问题了，就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就不太可能了。愿意，那也不愿意。还是欧巴那种类型的？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太愿意。他是颜控。颜控，对，颜控是不是？嗯。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陌生人嘛。那5000块钱的。那也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你难道是对金钱不感兴趣吗？也不是这么说，主要是我不认识。确实，就是如果比如说是我吧，我给你的就是5000块钱或1万块钱，我得让我亲你一口，你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愿意啊。就是不愿意啊。啊，那万一他很丑呢？不愿意。不愿意是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认识，而且那样人都可恶心了。都很恶心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难道你对钱不感兴趣吗？也不是说不感兴趣，但是我不认他，而且那男的可恶心了。如果长得很帅气的。那也可恶心了。